系，大师，你好啊，翻嚟，翻嚟啦，系，翻嚟啦，咁啊，好啦，咁啊，今集咧就要先明谢好多我哋嘅观众支持啦，咁啊，好多譬如俾翻意见啊、feedback 啊，咁啊之如此类，咁啊多谢佢哋先，咁啊另一方面就系话好，多谢晒，多谢晒，咁啊有啲 feel 就喺上一集咧比较。四十几分钟的节目里面讲了成二十三十分钟的政治事情 sorry 啊，因为今晚是大选年，那我们这边的即是身为即是美国人啊，入了职的，那啊即是两都提提，有些担心两都提一提啦，这样啊，即是我都知道在某些地区啊没什么发言权的，在我这边有发言权算是好的，那只不过就有发言权有时候都很无奈，就是即很多垃圾给我们选，因为即係等同同冇得揀咧，基本上咧就係分別唔大，好慘樣啊！啊，不過觀眾點都好啦，咁我哋都慶幸啦，仲可以喺度發一瘋啊，即係咁嘅意思啦。好啦，咁啊，又一個月近喎，又一個月近啦，咁啊，我哋十一月大選噶啦咁樣。不過咧，我新嘅卦象咧，就係我哋嗱新嘅流年運程咧，我就已經出咗噶啦。啊，你今年好快啊！今年好快，係啦，今年就係因為年中嘅時候咧，啊。嗱呢度雖然今集咧係星際移民錄啊，我講啲神怪嘢之前咧，咁我哋都要睇一睇就係話咧，因為喺講翻少少玄學方面嘅嘢啊，咁啊，因為上年大概上年深夏前咧，因為我隻牙骨流失咗，咁就冇咗啲牙骨嚟 hold 住隻牙，咁最後搞到點咧就係要去植牙啦，咁植牙嘅時候咧就因為剝咗前面隻牙，咁就係再喺門面嘅門牙隔離嗰只。所以咧，上幾集朋友如果見到喺留意畫面，我笑嘅時候咧，就有個牙窿喺度。因為點解咧？佢剝咗隻牙，咁我要種啲牙骨，而慢慢再要成個過程要成年幾咁上下嘅。咁喺個過程當中嚟講咧，其實佢整咗隻假牙俾我套上去頂住嘅。但係因為我隻假牙成個套一套咗上去之後咧，咁就變咗頂住咗我上岸。變咗如果我帶住隻假牙嚟去講嘢嘅話咧，你就會明顯聽我。輪胎輪車輪輪胎輪嗰啲啦，即係甩音啦，就會變咗三環線過天咯。係啊，咁啊變咗黐脷筋咁樣就唔係幾好。咁啊變咗咧，每次我要做節目，無論我喺星島電台嗰邊做節目又好，甚至乎前嗰輪我仲做緊天下衞視嗰時錄影都好，都會見到我牙碌係相當地尷尬嘅一個情況咯。咁最後咧，我就係、即係唔好啦，所以我冇戴嗰牙套啦，費事黐脷筋。咁但係咧。在上學玄學來說牙齒口唇牙齒就是一個叫入財位水唇爛啊破唇啊之如此類那些呢就是一種漏財的象徵來的那套唇呢是的套唇都是都會漏財的所以呢、即是不能夠容易入財和不能夠容易 hold 到財、okay. 所以需要修整它調整它、咁啊，而喺另一方面就係話，好啦，咁喺牙齒方面，牙齒方面亦都係一樣噶，牙齒一樣噶。咁就話牙齒方面咧，如果啊，舉例啊，你一門口嗰只啫，即係前面呢扎，前面呢扎，如果是但崩緊幾隻漏咗個窿嗰度嘅話咧，都係漏財同埋入財唔容易嘅，即係話你吸有好多財你見到食唔到嘛意思。OK， 嚇。所以咧，由冇咗隻牙嗰日開始，我嘅生意係每況愈下，可以叫做算直線，直線下降㗎，真係直線，真係直線下降㗎，係每況愈下㗎，即係一個月差過一個月，一個月差過一個月咁樣㗎，係去到最即係最近期呢前之前嗰兩個月咧，係去到新低點㗎啦，已經叫做雖然話嗰陣時嘅新聞攤係淡季，一般嚟講我新聞攤係淡季，但係。以往的淡季都總會有少許都有啲客噶嘛，水味啦，可以有啲水味食下咁樣嘅。咁但係過去嗰兩個月咧，係連水味都唔俾我食，即係最話齋嗰時發哥嗰套《金風雲》話齋，狗咁樣話，點解唔嗌我食屎狗我？你連屎都冇得食，咁想食嗌只狗，即係咁嘅意思，即係連屎都冇食，即係好個情況相當地惡劣㗎。咁啊～好好彩啦！咁啊，終於咧喺呢個錄呢一次節目之前嘅幾個禮拜咧，我終於個隻牙回歸啦！啊，整好咗啦！咁啊，而家聲翻正啦，唔使有個窿，有個窿喺度啊！咁啊，冇咁尷尬。即係嗰隻牙傷好嘅第二日，
我一年接咗十幾個電話，將我近呢兩個禮拜嘅阿婆人 book 到爆曬，可以。我機會，所以你嗰次 call 電話嚟話，想錄音，我都好想同你錄音，只不過就係話。死啦！我 everyday 都每一日都有 job， 咁我左褪右褪褪到呢個禮拜，咁啊其實今日都仲係有啲忙嘅，因為但冇辦法啦，因為節目要出街啊，點都要 hold 一 hold 咁啊所以搞到咧就好叻啦，總之就係、是、咁、不過好收即係總之見到啲 job 翻嚟咧，個人係會。係會安心啲，安心啲嘅，或者有我哋啲自雇業係咪手停口停嘅一個狀態係咪先？咁啊，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咧，所以奉勸大家記住，如果門眼咩崩啊、甩漏啊、前嗰啲牙齒咩甩漏啦，盡快去整翻佢。牙齒崩咗啊，冇咗隻牙啊，係會好影響你嘅財運嘅，呢個好緊要㗎。我想問下咧，有啲人咧門牙咧係好多時咧中間有條罅嘅。嗰條罅咧係，如果你話越闊嘅話咧，即係話佢漏財嘅機會率就越高，同埋咧喺某情況上啊，喺前面啲牙齒好多疏罅窿嗰啲咁嘅位置咧，亦都有咁嘅講法喺以前嚟講，就話呢一種牙齒嘅人喺呢度人嘅上格嚟講，佢係比較唔能夠守秘密嘅。哦，嚇，係嚇，即係漏風係啦，有時如果佢口唇特別厚。牙齒又漏風，咁咧就好容易出現嘅情況咩咧？就係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O K， 佢同你講話，我會同你守秘密，但係轉頭就可能就叭叭聲，佢宣揚開去散播曬周圍噶啦，咁樣。O K， 嗱，咁所以咧就要注意一個情況，因為順口人重情義，但係好多時咧就係講就好勁，但係做就唔夠力嘅嚇。咁啊，如果再加埋牙齒漏風嘅話，即係話佢同你講放心。我死都同你保守呢個秘密，即係呢個秘密會爛在我肚子中啊嘛！佢就話齋係嘛，要轉頭就已經哇，搶通街㗎啦！你應該拖出去打啦。咁所以咧變咗，如果牙齒太疏嗰人咧，咁你要注意下啦。咁啊，除咗佢守唔到秘密之外，就係佢揾錢能力咧，可能時好時壞，同埋咧就係揾咁多就漏曬咁多。如果加埋個鼻哥朝孔，即係鼻哥窿朝天咁樣啊，即係見埋鼻孔嘅話咧，就更加漏財漏到咧，就係阿媽都唔認得㗎啦，即係。無論佢可能揾錢能力好強，有可能佢可以一年一個月賺幾百萬，但係可以一個月使足五百六百萬，即係可以使個 double 都仲得嘅佢。O K， 好強勢啊！嗰啲使錢使得啊，咁啊，所以呢個要注意一下啦。明白。所以記住啦，嗱，我就一個好人版啊，咁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學我啊，唔好報我名。好啦，咁啊，首先就再打招呼。犧牲大啦，攞一年時間去。係啊，攞一年時間去證實呢樣嘢係嘛？即係以前學嗰陣覺得有冇真係咁犀利咧？咁樣發覺真係好犀利啊！就發生喺自己身上啊嘛。係啦，你越 last 耐，佢個影響力就越唔可以唔信啊！真係、啊。即係如果你短短話哦爛咗幾個禮拜整翻嘅話，你 feel 唔到咁強嘅嗰一個情況。但係如果當你好似我咁拖成年嘅話咧，咁你就會慢慢，你會好快，即係半年左右啦，你就會 feel 到個強烈嘅反應就係，好大鑊啊！好大鑊啊！咁樣，所以呢個咧係要注意一下嘅。OK， 好啦，咁啊喺度咧，節目開始咗一段時間，大家都要明謝啊嘛。多謝呢、這個歡迎呢、這個啊，我哋元天頻道嘅觀眾，星都電台嘅聽眾，羅散嘅 Teacher Central 嘅觀眾啊，咁啊同埋呢個 Candle Caster FM 嘅聽眾，咁啊呢個幾方面嘅朋友，咁啊又係新一集，咁啊今次星際移民都會講咩啦？咁啊今次咧唔再講嘥時間講政治啊，政治啊，我唔係講政治，要講乜？因為我新嘅留言就我講咗啦，出咗嚟啦。咁喺因為喺星都嗰邊，佢哋一早已經問我，喂，今年你兩個候選人，咁我即係叫我 check 下佢嘅星盤，邊個機會率高啲？咁我就 check 到咧係。如果拜登唔退選，佢就會輸得多啲嘅。好啦，咁佢退選咗啦，咁新嘅、新嘅上嚟啦。咁嗰個女士嚇阿何錦麗候選人嚇，咁、佢本身咧，佢個同阿兩個星盤啊，同阿 Trump 個星盤咧，係不相伯仲嘅。哦，係叮噹碼頭嘅個運勢今年。咁所以咁成話咧，咦有得練啦。啊，咁啊，但係咧，佢有可能會輸一線。但係輸咩咧？輸喺佢身邊嘅助手，即係佢個副選係啦，佢個副手啊，或者佢個班底。如果佢副手班底臨尾搞彈嗰啲蘇州屎出嚟啊，之如此類啊，咁咧情勢咧佢就會輸
衝咗線嘅。但只要佢個班底保持順暢良好 ，run 得好嘅話，佢副手冇乜大甩漏嘅嘢出嚟嘅話咧，即係有機會贏。佢有機會贏一線㗎。啊，係啊，就係、是、呢、這個我喺卦象嗱，呢、這個就唔係關我，唔係講政治啊，我講我哋即係之前星島電台。問咗咁，我喺個節目裏邊講過咁啊，一個星盤兩個比對比，因為好快噶，因為咧逢係有咩候選人咧，你上網去揾西睇曬啲西方嘅網站，你揾嗰啲占星家嗰啲網站，你真係打翻佢哋嘅星盤同埋流年盤，因為佢兩個星盤就當然啦，主運嘅星盤就梗係阿沖強啲嘅，但喺流年星盤裏邊咧，今年嚟講佢兩個嗰個流年盤咧就不相伯仲啦，即係有得揮啊，兩個旺到嚇，咁啊呢啲咧上網係可以揾得到嘅，只要你識睇，你識睇占星盤嘅話嚇，你可以上 check 啦，咁啊打問揾佢哋嘅星盤占星盤咁樣啊，英文可以仲揾譬如話你揾到佢個名啊，譬如沖沖個名，又打佢嘅 Natal Chart Natal N A T A L OK Chart。這個就是他們的星盤，關於他們的星盤，你可以上網查一些占星家，西方占星家就是個個都，不單止我們中國人會算，西方人一樣會算的，他們那些占星家一早就已經說拿了那些星盤去對比了，哪個勝算高一點，他們已經個個有了這個意見，有了個結果，算出來。好了，而在出這個流年運程的時候，我算到出嚟嘅起個卦象，出呢個流年嘅太歲爺啊，太歲爺嗰幾個星盤啊，咁啊佢出嚟嘅咧嗰個卦象係一四個卦象啊，咁啊呢四個卦象 show 出嚟咧都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先啦，出嚟就係西方女子來當權咁嘅款嘅嚇，係啊，哇，咁咦當權嗱個當權啫，未必一定話嗱揸權。意思啊，操控咁嘅意思，但係就係操控未必一定喺明面上面操控，可以喺背後操控嘅，就嚇，即係唔使我又唔使咁驚嘅。但係字面睇落去咧，就好似咦，出年女子當權喎，仲要西方來喎，咁啊，咦，咁即係好似好明顯嗰陣，咦，會唔會西方真係住個格局嚟嗰個西方嘅女子當權咧？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個卦象暫時 show 出嚟，咁我哋都寫咗喺我個 website 上邊啊，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咁啊可以去。去翻我個 website 嗰度嚇，咁我真係啦，大家可以睇下，係啦係啦啊，咁我暫時我哋瞄咗我哋個名啊，咁啊睇低嗱呢個 website， 咁啊可能喺 website 上面咧睇上去睇翻咁啊呢個出年嘅流年運程，咁啊十二星座啊、十二生肖啊，同埋世界整體大運，咁世界整體大運裏邊就出嚟嗰個卦象啦，喺政治論壇嗰邊嚟講，容易有女士當權咁嘅款嘅，係啊。因為我你頭先講話女性當權，我突然間咁諗，如果阿春喺選之前貶性，哇！咁都係一個女性當權嘅，因為喺美國，但係而家美國仲有一個好荒謬嘅加州啊，一個好荒謬嘅一個法例出咗嚟，亦都有啲荒謬喎，邊個？我哋加州經常都好多荒謬，因為民主黨食咗好多政，好多政都荒謬嘅。係懶係好民主，但係 over 咗嚟用，即係佢哋嗰啲叫做咩啊？矯枉過正嗰啲啊。因為新嘅法例就係話唔准學校啲老師去教導啲小朋友認清自己嘅性別。哦，係啊，我有聽過呢個。嚇！即係你唔好咁快 confirm 你自己係男仔定係女仔，你係可以隨時變性嘅。即係好變態嘅一種法例，即係我都唔好明白，即係立呢條例嗰啲人，即係個心態想點咧？就話佢要尊重啲，佢話要尊重啲人嘅性取向啊！我甚至乎可以尊重佢係可以陰陽同體嘅，係嚇、啊。但係佢唔係包我手術費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就更加要立咧，就係喺一啲嘅公共地方立嗰啲洗手間，仲要特別為佢啲咩？中性人去設立啲中性嘅手機，就係你男女都入得嘅，即係你係變，即係你係變性或者你係陰陽同體嘅都可以入嘅咁樣，之如此類咁樣，即係好聽落就哎好為大家服務，哇好好乜嘢咁樣，但係諗深層就係好有少本末倒置嘅一個感覺。唔止本末倒置啦，嚇唔知啦，真係真係好難想像啲人會咁樣去做，係好有趣嘅，但係實行咗啦嘛，係嘛？
有部分學校實行了，有部分的中小學實行了，所以啲家長媽媽聲我喺度 complain 緊，好多家長喺度 complain 緊，呢個好有趣嘅法例。好啦，咁啊呢啲法例我哋唔係啦，只不過就話喺卦象裏邊咯，以女士嚟當權啦，咁除非佢變性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唔知咁啊。希望呢個卦象出嚟，佢未必係明面當權咯，我只當係幕後搞風雲啦。但孤無論點，但係都係有問題喎。如果真係咁樣嘅話，係有啲問題嘅，的而且確。唔係有啲啊，大佬。嗱咁，但係我哋又唔可以性別歧視嘅。我唔係性別歧視，但係呢個基本上成件事出咗嚟係有啲啊，唔對路噶嘛。你如果你上網睇翻我寫嘅流年運程裏面啦，我有交代比較 detail 啲，就係話呢個女士當權嘅時候咧，開頭做出嚟嘅嘢咧，好得民心。啊！令到好多人讚賞，即係呃到人啦、啊。我唔知呃到人哋真係做咗啲嘢啦嚇，即係掛著出嚟。總之佢上半年係做得唔錯，引到好多人咧讚賞嘅。但係咧，下半年咧佢有機會出嘅情況就係啲咩？恃才傲物，即係過分高傲啊！即係目空一切，自驕張啦，驕張即係有風就開始使盡力咁樣，之類咧就開始失民心咁樣嘅。咁啊，究竟係咪真係咁樣咧？咁、我哋但係拭目以待。啊！睇下情況如何啦。唔係你講嗰個係代表美國啊嘛。整體世界大運。整體世界係啦，只不過佢嗰個掛咗出嚟就話西方，咁就啊，很窿啊。哦 ，OK， 我哋嚇期待啊，放長雙眼。係期待十二月嗰陣時候，我哋個嗰個流年運程。係。OK， 咁好啦，咁啊，繼續正翻講翻今集嘅話題啦。咁啊，好啦，星際移民錄，今日我哋講啲咩咧？咁樣咁啊，就係一啲新嘅可以叫科研上面、科技上面嘅一啲新嘅發現啊，嘗試去解破以往一啲嘅謎團。咁樣嗱，咁首先之前都講過幾次啦，即係其實咧不停咧喺火星上面探索未停過噶。咁我哋知道火星探索係未停過嘅。咁喺未停過當中裏邊嚟講咧，佢哋都係揾到好多啲點講咧？新的發現啦，即係不停咁轉窿、轉窿、轉窿，咁亦都話講過啦。我之前我有提過嘅就係、是、美國嘅 NASA 方面咧，係想喺有個 plan 出咗嚟，有個計劃出嚟，叫2030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做火星嘅樣本回收計劃。OK， 係嚇，我以前有講過啦，係啦，咁所以而家不停咧，周圍喺度掘，喺度掘啦，攞啲證據。咁但係咧，好多地方咧都已經發現咗唔少證據，暫時表面證據咧，因為要攞翻嚟地球研究先至可以 100% sure 嘅。但係暫時佢掘到出嚟，假初步嘅檢驗就好多地面下邊嘅岩層裏邊咧，藏有好多啲有機生命存在過嘅痕跡。哦 ，OK，OK， 嚇，咁即係起碼。冇智慧生命都好啦，肯定曾經出現過有生物啊，有微生物都係生物啦，係咪先？咁啊，即係曾經係上面係有生命存在過嘅。OK， 咁而跟住咧，另外一方面咧，佢哋揾到一啲黃色嘅水晶，係啦，喺某一個地點度揾到黃一大陣嘅一團啊，一大嚿嘅一啲聚生即係一齊生並生嘅一啲嘅黃色類嘅水晶。哦 ，OK， 嚇。咁呢個黃色水晶咧，就唔知同地球嗰啲黃水晶一唔一樣。係嚇，但係啲水晶咧，通常咧呢種水晶話嗰啲佛教呢種水晶嘅形成咧，本身都首先有空氣同水啦，而再加上少少微生物啦，先形成嗰種咁樣嘅狀態嘅水晶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又係另一個證據，覺得好大機會率咧。即係至少在史前的時候的火星上面肯定是有微生物先啦，只不過有冇啲再勁啲嘅大型啲嘅生命就唔知啦咁樣，但係我相信係會有的，我覺得就算冇火星人都好啦，起碼有火星老鼠啦，即係類似嗰啲咁嘅生命啦咁樣啊，一定會有的，因為你曾經有好長嘅時間有山河、有水、有植物。有微生物的話，冇可能冇其他的生命噶嘛。係，即係用翻我哋人基本嘅常識去。係啦，係啦，係啦。啊，咁所以咧，而家有待就係期待喺2030年嘅時候，佢啲樣本攞翻翻嚟，即係能夠回收到啊。係。啊，回收到翻嚟地球，作出新一步嘅研究嘅時候咧，就更加好啦。咁啊，亦都期待就其實美國一直都 plan 緊想派人上去噶嘛。係。一直都係做緊呢個嘢，咁啊，希望到時咧，真係人類咧係有機會有部分嘅勇士。啊、走咗去火星度做一個探索、解決我哋人類好多未解之謎咁樣啊！好啦，咁啊另一方面咧，
除了探索這個的火星之外呢，其實金星、水星其實不停都有去做一個探索的嘛。不知不過金星就比較難一點，金星是嘗試了很多次，到最近近這十年才可以有一個儀器可以抵受到那個高溫，落到地表、哦、拍到一些地表的 圖片回上來。那個地表圖片跟火星差不多、啊、只不過呢它的那些夾著大量 的很多的硫酸質在這裡、啊、因為它的長期很高溫和很厲害的硫酸、啊、所以那個儀器呢現在即是最近幾年掉下去的那個儀器呢可以很厲害了，已經維持到用了三十幾個小時才死很厲害的了，三十幾個小時 send 了很多圖片回來、哦、即是三十幾個小時就拿到入了去了，入了去了、哦啊、即是基本上暫時人類的科技未有一種物質是可以抵受、在火金星上面那種超過270多度的高温、哦同埋可以抵受到咁強烈嘅硫酸嚇嘅、嗯啊、雨啊嗰啲咁樣，即係暫時人類仲未有呢種嘅儀器可以咁樣做咯。嗱、啊，有啲塑膠物真係可以抵抗硫酸嘅、哦，膠，啊、但係膠過唔到個高温啊嘛。金屬過到個高温就抵受唔到啲硫酸。是一個很尷尬的情況。那可不可以外面是金屬跟入面是膠，即是現在有些混合成合金那些是可以抵受硫酸的一些比較長一點的時間，但是都是日領到 就玩完的了這樣、OK、啊、即是不能夠長時間去探索，即是不走得多少步就已經懶人了好慘了、啊、根本探索不到、啊、即是不能夠有太多的 information、啊所以探索金星是最辛苦最艱難，暫時講，同埋佢公轉又同我地球唔一樣。點而一樣？金星係調轉轉噶嘛？哦，金星好抵死嘅，佢係個個都係順時針轉，佢係逆時針轉吹啊！我知道我扮姿態，我扮姿態，我係調轉啦，點？你咬我？但調轉轉嘅話，會有啲咩分別呢？即係可能個磁極啊 ，everything 佢同我哋係會一樣。哦，咁你調翻轉個時間個流速都可能會改變啊，唔知啊，總之因為冇人可以喺上面生活完話翻俾你聽有咩唔同。咁啊，咁好啦。而水星咧亦都有探索，咁啊而一個新啲嘅發現咧就幾有趣嘅，喺度就今集咧星際移民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女士聽到嘅話，可能會有啲興趣嘅。我想大部分女士都很開心，即刻話要移民去那裡，因為女士嚟講對於啲閃靈靈嘅嘢係好興奮噶嘛，係嘛？因為點解咧？喺 NASA 咧一個比較近期啲嘅新發現啦，咁樣佢就話咧，佢話發布咗個消息，就係喺一個我哋太陽系最細粒嘅行星、啊嗯、因為排除咗冥王星出去啦，冥王星仲要細到同我哋月球差唔多 size 咁樣，鼻屎咁樣，太細啦，唔可以算一個。正式行星就叫矮行星，就掉出去，剩下八大行星，八大行星當中最小的水星、嗯、在水星上面咧，咪啱啱咧，佢就喺有探測車啊，因為除了火星上面很多探測車，水星上面都有不少探測車。嗯、啊 ，OK 啊，大家唔使啊，同埋有好多唔少嘅衛星圍住嚟飛嘅。OK， 好啦，咁啊就係探測到咩咧？喺呢個地表下邊有機會。即地表下面大概是一個十英里厚的一個土層。嗯，他說呢個土層呢暫時探測到出來 的估計呢裡面可能是一個全部佈滿鑽石的鑽石海洋。十英里厚啊，你諗下是很龐大的，如果裡面真的科學家所測到的是真實的話，哇！即係如果地球鑽石唔夠用啊，派啲探測嘢飛過去水星嗰邊，掘出嚟啦咁樣啊！因為點解咧？佢話呢種係一個好奇特嘅磁場現象嚟㗎。咁啊，因為水星不嬲咧有個好奇怪嘅磁場圍住嘅。嗯，其實水星嘅磁場咧同地球磁場又唔太一樣，佢係比較奇特啲。咁所以咧，一直咧NASA 方面啦嚇。地球科學家都很想知道究竟這個這麼奇特的磁場是怎樣形成，是一些什麼物質組成的呢這樣，所以他就不停地帶了很多衛星飛著他，就是在那裡因為 他這個磁場呢是可以對於怎樣呢，因為他本身距離地球不是距離太陽是非常非常之近的，因為轉速是最快的一個來的、所以科學家對這個水星一向都很好奇究竟是怎樣
啊，即係上面冇曬生命存在㗎啦，因為太近太陽啦，太熱啦，啊，但係佢個轉速又特別快啦，咁樣，所以即係就算喺有生命喺上面嘅話，即係可能衰老都好快嘅，唔係好易暈船浪啊，係啦係啦，啊，咁而佢又好奇怪，表面成個地表係黑掹掹嘅泥土，全部係黑色嘅泥土，哦，熱得滯咯。唔知好尋常啊，同埋好尋常，好不尋常嘅高密度，即係探測到嘅密度非常之高，咁細個星密度咁高，咁即係重量好重咯喎嚇，啊即係可能啲人咧上到會引力都會好大咧，即係可能上到可能個引力勁過地球咧咁樣啊，唔知道可能都係，我覺得可能有機會啊，即係好似超人嗰啲咁咯，係啦，佢就冇曬呢個任何嘅火山活動噶啦嘛，即係一個死星嚟噶嘛，咁，但係最新嘅計佢探測嗰啲地表探測嘅時候咧，計算嘅時候咧，發覺咧曾經喺中間有一十英里厚嗰個裏邊嘅碳元素咧，係非一般嘅碳元素喎。佢光譜出嚟分析嘅話咧，呢種碳元素嘅分析咧，同嗱，佢有一種近似鑽石嘅物質叫石墨啦，啊咁啊，但係咧石墨嗰個密度嘅纖維咧，又未去到即係又唔夠鑽石咁犀利，咁所以咧佢一種探測時候就發覺，咦呢種嘅類似石墨嘅一種嘅光譜嗰啲出嚟嘅物質啊，佢探測到，總之佢分析到個元素啦嚇，近似物質嘅嘢，發覺佢再 check 一 check， 咦唔係喎，佢嗰含量嗰啲嘢咧，去到密度咧，嗰啲元素咧，近似地球嘅鑽石喎。哦。啊，咁如果呢扎嘢真係鑽石嘅話，哇，十英里厚嘅鑽石喺地表下邊有十英里厚嘅鑽石嘅土壤，我哋叫鑽石海啊，嘅稱之為。係。咁都話幾誇張下喎。但係佢係類似鑽石啫，佢唔係 confirm 咪鑽石咯。因為佢就暫時佢即係嗰啲光波、光譜啲光譜分析咁樣出嚟嗰個，用嗰啲分析翻出嚟對應翻啲元素啊，出嚟嘅元素同鑽石係一致嘅。哦 ，OK。咁所以即係，但係佢唔係掘出嚟睇啊嘛。係。佢即係探測到呢個石呢個地層下邊呢一段範圍裏邊嘅光譜出嚟嗰扎元素。是跟地球的鑽石的元素分出來的光譜分析是一樣的，所以他就覺得如果真的因為我們認知地球上的東西鑽石是分出了這個光譜，可能在這個宇宙裏面有其他物質分出來的元素光譜都是可能一樣的，只不過暫時我們用我們這個圍內的太陽系星來說，因為整個太陽是出於一組的一組的塵星際塵埃啊物質啊，超新星大爆炸變成的嘛，所以我們的這個太陽系裡面的行星咧，應該物質裡面的元素咧係唔會差別太大嘅，理論上嚇啊，應該地球出現的咁樣元素嘅嘢係咁嘅樣，喺嗰度出現的應該都是咁上下嘢啦，係咪先？啊，因為成日喺火星、金星出嚟嘅都 check 到嘅都係一樣啦，例如火星嗰啲。掘出嚟嘅嘢，啲元素一樣嘅話，同地球啲嘢，咦，都係嗰類嘢喎，咁樣都有咁嘅情況噶嘛。咁所以暫時嚟講，好大機會就係話呢十英里厚嘅土層，可能全部都係鑽石。哇！如果係嘅話咧，真係鑽石會降價。唔係，你本身兩個大問題啦，你去唔去到嗰度攞先啦？係，因為嗰度一來好咁熱啦，同埋你話齋啦。如果那些是真的鑽石的話，個硬度很高喎。啊，你點掘呢？你用咩？你用咩物質嘅嘢去掘呢？哦，咁都唔會嘅嗱。譬如我哋地球咁去開採採礦、鑽石礦，都係用其他物質去掘。即係你一樣嘅儀器嚟到搬到去嘅話，但係地球掘嗰啲，你係嗰啲鑽石喺啲泥度啊，喺啲泥土入邊啊。佢嗰個成個海嚟喎，成個鑽石海嚟喎，成嚿喎。你點樣整散佢咧？放炸弹啊！可能啲超合金金钻系可以转得开咧，系嘛？我唔知地球嗰啲物质得唔得啊？激光可以切割嘛？OK， 激光啊！激光可以切割，系啦，即系总之你能运到啲仪器过去咪可以？系咯，你去唔去到？同埋你喺嗰度做唔做到嘢啫？问系啦，你话佢嗰度又转得咁快，系咪先？系。所以不知道，總之話，如果有人類有咁嘅能力，可以開發到第二個星球，即係話我哋人類正式踏入第二代、第二度文明。嗯。啊，如果人類正式踏入到第二度文明，可以開發到附近星球嘅時候咧，咁我哋人類嘅科技都算係好高超噶啦，已經嚇。即係雖然未去到第三度文明，係嘛？但能夠去到第二度都好巴閉啦，唔係好似而家咁，仲係一度半咁樣，1.5，已經去唔到2.0咁樣都。長期都仲停留喺1.5咁樣，係咪先？啊，咁啊好瀨氣嘅咁樣。我哋啲嘢算係高得好犀利㗎啦，
都係近呢百零年嘅，係都係高得好快㗎啦。啊，但係好奇怪就係近呢百零年先發展得咁快喎。係呢個就係不嬲就係嗰啲陰謀論，我哋陰謀論界咧好中意討論個問題就係、是、人類嘅歷史由誕生到而家超過一百萬年歷史嚇、嗯啊，由智慧生命體啊到而家咁樣，唔好咁講啦，就五千年上下文化嗰啲咁樣啊。嗯，經過五千年文化，科技飛躍式發展嘅係得呢個近呢百零二百年。係呢百零年啦。啊，百零二百年咁樣。啊，係完全唔 make sense。咁五千減二百，我當二百年嚇，五千減二百，有四千八百年係做緊咩咧？打仗，打嚟打去，係喺我明瞭係近呢二百年先發展得咁犀利，發展得咁快啊！啲新科技日新月異咁樣，咁即係之前人係做緊咩咧？唔知啊，咁總之好奇怪。咁啊，所以好多所謂嘅咩？是得到啲外星黑科技而借助嚟發展現今嘅科技咁樣，呢個係不嬲陰謀論界會講嘅説話。其實都好難去否決呢件事啦。嗯，係啊，你人類你本身個智慧發展出嚟，你冇可能咁突飛猛進。係啦，你梗係有啲嘢換嘅。嗯，啊，你唔知攞啲咩換啫。係啦，咁所以好奇怪。咁但係觀眾點都好啦，咁我係期待我哋人類嘅科技繼續發展得快啲。探索其他地方多啲嘅時候，可以知道更多唔同嘅嘢啦。嗯，係呢個係我哋嘅期望嚇。頭先音背景音樂大聲一陣，唔好意思啊，唔緊要唔緊要。而家先記得搞翻曬。咪鑽石海喎，梗係震撼㗎，係咪震撼啊？唔係我嘅啲集出咗一大扎女人，我係組團去嗰度。幾時有啊？幾時有團啊？而家 SpaceX 咧就成日已經發展緊載人登上太空度漫遊啊咁樣啊，再個太空旅行咁樣。所以暫時嘅科技只係可以喺地球嘅外層、大氣層外圍兜個圈翻落嚟嘅啫。嗱，當然係好巴閉啦，咁希望將來一日咧發展再勁啲就正，我飛去火星度坐打個 run 翻嚟啦，我飛去水星度打個 run 翻嚟啦，咁就犀利啦，啊，就正式第二道文明啦。照頭先嗰個比率嚟計，我諗都要五六百年先啦。我呢太空 Uber， 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嚇，趁我仲未死啊咁啊，理論上啊，以我推算咁樣，我應該仲有十零廿。你長命百歲，十零廿年唔到嘅時間俾我蹬喺度睇啦。你長命百歲，希望到時，仲可以見到，咦，人飛上去咯喎，終於見到人飛上去咯喎。唔係見到你係可以飛上去，唔得啦，因為你年紀嘅身體機能問題咧，你係承受唔到嗰種氣壓咧，所以就算到時人類發明到有能力載人上去嘅話，我哋嘅體質都係唔到嘅。咩可能佢都會？即係一齊去發明啊！發明到年，咁你可能可以抵消咗呢個。你可以浸喺一個水入邊咁樣啊嘛！你睇成個新生嬰兒咁啊！唔係你睇《新世紀》都係啦，你浸喺個咩液體入邊㗎嘛？係咁即係除非咁樣咯，如果唔係話，係我真係有機會望啫，飛上去咯啊！又飛上去啦，終於可以喺個探險啦，將佢翻嚟啦咁樣啊！去接機係咪？接咩機啊？我啱啱睇星火星翻嚟。接一接佢機先，去完掘鑽石海，去完水星掘完鑽石翻嚟啊！啊，呢個係一個將來嘅事啦，啊，而家睇唔到係咪？咁啊，好啦，咁啊喺另一方面咧，咁啊繼續好多科學家會追求好多嘅新嘅知識咧，去 check 一啲以前唔解唔到嘅謎噶嘛。嗱，當年咧，我曾經講過啦，喺1977年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啲中意關心 UFO 啊、外星人啊嗰啲咁嘅朋友聽眾咧，喺其他任何唔同嘅渠道都應該聽過1977年嗰時八月嚇、曾經地球接收過一個天外來嘅 signal， 係、個 signal 係用密碼翻譯翻出嚟咧，就等同哇咁嘅意思，咁啊好巴閉，哇喺有外。即係中文定得英文先。好了，咁啊，呢個就係 WOW，咁啊呢個 signal 當年好轟動，引到好多人即係去揣測，有支持嘅、相信嘅話係外星 signal。
唔相信否定嗰班科學家，就係話咁啱得咁巧，唔知邊度 catch 到，唔知邊個發放出嚟嘅一個信號嚟嘅啫，係地球嘅咁樣。咁啊拗咗好多年，咁啊曾經有亦都有啲人咧就話玩無線，當年好中意玩無線電通訊噶嘛，好多人。嚇、嗯！就自己屋企要整一座無線電機咯，啊用無，因為嗰時誒、電話唔係太過方便，啊好多年以前，哇加埋有啲嘢就係冇對，即係冇唔係人有對講機，唔係人有唔突然間咁有手提電話咁樣。好啦，中意同人同遙遠嘅地方通訊嘅話，咁啊就啊我突然間想同芬蘭嗰邊嘅人通訊嘅話，如果芬蘭嗰邊有人玩無線電話咧，咁我哋有機會就可以同好遙遠嘅地方交流啦咁樣。所以喺六十至到八十年代初嗰陣時咧，其實喺美國啦，我其他地方唔知啦，世界其他國家咧，好多人好中意玩無線電。係呢個我都有聽過。啊，咁啊用無線電波，希望佢溝通到其他國家、其他唔同地方嘅人，可以一齊交流啊、傾偈啊，咁好好玩咁樣嘅。咁啊，而當時嚟講咧，只係嗰啲科學家就話，可能係某個地區國家嘅人嘅無線電波咁樣彈咗上太空。折射翻落嚟，俾你 catch 到就話係外頭收到 signal， 哇！可能咧就唔係外星飛嚟嘅咁樣，咁所以你拗咗好多年，但係支持喺外星收，即係喺外太空飛嚟嘅 signal 嘅人咧係佔多數嘅，嚇、嘅科學家佔多數嘅，係因為佢真係喺外太空接收嚟啊嘛，你話喺地球彈到上面又再翻嚟咧，感覺上就比較方，呢、這個反而比較感覺上係方便少少嘅。好啦，咁好啦，一直咧以嚟啊，點解咁多年以嚟？都淨係得哇一個 signal 收到咧咁樣，所以後期咪有個我哋嘅 SETI 計劃嘅，係啊，我哋美國有個 SETI 計劃就係、是去召集所有我哋成個美國嘅人，邊個有興趣有部電腦係平時得閒嘅，得閒嘅平時唔係好多用嘅，但係你又想幫下手去 search 一啲 signal 嘅話咧，咁你就可以上網去個，即係佢由當年由 Berkeley。嘅一班教授同埋其他啲大學嘅教授一齊發起搞咗個呢個 SETI 計劃，就尋找外星人計劃啊嘛，就話咁你部電腦咧就載咗佢個 program 之後咧，就 download 咗佢 software 咧，咁啊你部電腦就會廿四小時咧開住就 run 住咧，咁啊佢哋就會任何呢個外太空衛星啊咩地方收到嘅任何所有嘅聲波信號啊，都會發放落嚟地球，而地球咧就係、是、因為淨係 NASA 嘅電腦。不可以處理咁大量嘅計算啊、運算啊，去 check 啊，去每條 signal check 下係咪有 meaning 嘅 signal 啊咁樣，所以就會借助成個國家啲人嘅電腦一齊嚟運算咁樣。你載咗嘅話咧，咁咧個電腦就自動會去 NASA 度咧攞啲定期攞一啲嘅 signal 翻嚟咧就分析啊，睇下呢個 signal 咧係咪有 meaning 嘅，係咪外太空 send 嚟咁樣嘅。咁啊，當年我曾經有部舊電腦咧，我都玩過一輪嚟嘅。直至到我部電腦死咗為止，咁我就冇再栽咁樣啊！但係喺我嗰個運嗰年齡裏邊咧，嗰年齡裏邊嚟講咧，就係冇收過任，即係冇解讀過任，冇解破過啦嚇，任何一個係有用嘅信號啦，即係我 check 過大部分都係冇意思噶啦。嗱，唔需要你去 check 噶，佢自己個電腦自己運，有嘅話佢通知你嚇，但係從來冇通知過，即係冇啦。即係你嗰陣時係一路開住，有佢自己係有佢自己 search。但佢用啲咩方法去接收咧？即係話係 NASA， 即係透過呢個 software 去攞嗰啲資料啫嘛。哦 ，OK， 即係你去幫手分析啫。幫手分析嘅，唔係你去，唔係你去攞資料分析，你係去 NASA 度，即係呢個 software 拎去 NASA 嗰邊，拎去嗰個 Berkey 嗰個即係同 NASA 一齊合作搞噶啦，即係。去總電腦度攞啲 message 出嚟去分析，咁嘅 <Okay. S 2> 意思嘅啫。啊，如果啲 message 咧就係其他嗰啲唔同嘅衛星啊收到，你就集中喺嗰、那個電腦個大機度、oh. 啊，大機度分析唔切，咁啊你散盤嚟搞啦。好聰明啊！啊，係咁啊，一直都以嚟咧就係希望揾到第二個哇咁樣呢個 signal 噶嘛，係咪先？當時好巴閉啊咁啊，咁啊一直都揾唔到啦。咁啊，四十幾年啦啊，其實咧。在陰謀論界裏面嚟講咧，佢唔係揾唔到嘅，係有嘅，有啲好重要係好詳盡、比較複雜啲嘅，只不過佢哋唔公開啫，因為太嚇人啦，裏邊嘅內容咁樣之類。有嚇人啊！因為曾經嚟呢個流傳嘅一個傳聞啊嚇，陰謀論界嘅傳聞就係話有一個 signal 就係話咧係一個求救 signal 嚟嘅。哦，就係話咧，我哋嘅星即係佢列翻出嚟，即係翻譯翻出嚟用電腦計算翻譯出嚟咧，個 signal 大致嘅意思就係我哋。呢就係位於邊度邊度一個區域嘅一個星體，
我哋嘅星體要毀滅啦，我哋而家要漂流喺太空度揾人求救，睇下邊個可以接收我哋啲難民啦，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嘅。咁而佢哋跟翻呢個星路去揾翻咧，就發覺咧嗰度係嗰個範圍區域咧，就有一個超新星爆炸。哦，咁即係話咁，我如果即係爆炸之前出嚟嘅呢個星路，即係有可能係爆炸之前出嚟嘅星路嚟嘅。係嚇，咁啊，但係呢個星路爆炸之後，咁啊，即係嗰個區域嗰扎星體就梗係冇咗啦。係啊，係啊。咁啊，咁而家嗰扎人喺唔喺度咧？就唔知嘅，就算知，就算喺度。以我哋地球科技都飛唔到去接濟人哋啦，係嘛？我哋自己都搞唔掂，係啊，即係有個咁樣嘅傳聞嘅，咁啊信不信由你啦。點佢哋去火星咯，點佢哋去水星咯，嗰度有個海啊。因為照翻個光年嚟計，嗰個已經係差唔多近兩億啊，又未到兩億嘅話，唔知幾十光年咁樣咯。即係幾十光年遠嘅地方，即係話我哋而家收到話呢個真係幾十年前嘅嘢啦，起碼都唔係一百光年咁，即係一百年前嘅嘢嚟嘅咯。係，我哋就收到都係一百年之後去到嗰啲化灰啦，係嘛？第六代咯，係咯，唔知幾多代啦，係嘛？咁所以係唔知啊，咁啊，只不過就有咁嘅講法啦，我收過啲類似咁樣嘅信號嘅咁樣，咁所以真定假？當局嘅唔會，佢講我哋永遠都唔會知，係咪先？除非係真係有一日政府公布話，哎呀，我哋收到啲息路啫。如果唔係，我哋都係道聽途說，係估下咁嘅狀態嘅啫。OK 嚇，咁啊，但係最新有啲科學家咧，就去解讀呢個哇啲息路咧，有可能咧係自然界形成嘅。佢話哦嚇，因為咧佢最新探索嘅時候咧，佢發現咧種脈衝嘅磁星，即係有一啲星體咧係經過，即係譬如有啲大質量嘅太陽，晚年時候慢慢壓縮去內粒係嘛？係咁、有啲咧物質太勁嗰啲粒陷到結尾嗰時候咧就變成黑洞啦。係啊，呢、這個有我哋暫時科學家嘅認知，應該黑洞係咁樣形成嘅嚇、如無意外。OK， 咁有啲咧就未個質量去到某個程度之後咧就停咗啦，壓縮到一點，譬如佢變成一粒色咁大粒啊咁樣啊，一個棒球咁大，即係一個好巨型嘅太陽壓縮到變成一個棒球咁大啊！但係呢個棒球咁大嘅質量咧就重過地球噶啦，嗰嚿嘢就已經即係個質量好勁啊！咁有啲咧就壓縮嘅過程當中咧會產生啲磁極，變成一個磁極嘅星。哦，啊，咁呢啲磁極嘅星咧係偶然咧會發放一啲嘅低頻率出嚟，呢種頻率咧如果放大100倍嘅話，就會出現變成好似哇咁嘅款嘅色路啦，因為件事好哇喎，好哇啦，就好哇啦嚇，係啦，咁所以多年嚟講咧，嗰、那個地方可能曾經有一個磁極星，係發放咗呢個色路出嚟，又或者宇宙微波，佢話呢種未必係個磁極星發放，係因為宇宙微波有一種叫宇宙微波輻射嚇、我哋一般而家我哋探索宇宙有幾大咧，就係依據呢個宇宙微波輻射嘅反射有幾遠，就去到就估計我哋嘅宇宙有幾大嘅。呢個係其中一種探索宇宙大細嘅 size 距離嘅一個科學方法啦嚇、暫時係佢。好啦，呢種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彈翻嚟嘅色路咧，如果咁啱擦邊擦過呢個磁極星嘅時候咧，就會轉變成一啲好規律性嘅色路。就好像波斯密碼咁樣，所以就有機會產生哇啦。但係呢個信號出嚟嘅話咧，就只得我哋上次收到個信號嘅50至100倍少嘅一個信號。啊，即係話啊，嗰信號如果拆過咗，真係形成呢個哇嘅話，照我哋嚟講咧，係收唔到嘅，因為太細個波段。啊，個人就要係一種奇異嘅另一種外來嘅一種物質嘅影響力，唔知係乜嘢，暫時佢又唔知，即係將佢放翻大150至100倍，我哋就先會收到呢個哇嘅信號啦。OK， 咁即係話，無論估唔估，而家佢好似解釋咗，但又好似冇解釋到，即係話，有可能佢嗰啲唔係要解釋喎、佢嗰啲睇蠟筆小新太多了總之啦，有啲背景微波輻射擦邊經過呢個磁極星。產生了呢個規律性嘅波幅，形成好似個哇咁樣嘅波段啊，發放佢過嚟。但係我哋個波段太細 ，frequency 太低，收唔到 whatever， 唔知點樣。但係咧就有啲外來因素將佢放大咗100倍啊，咁我哋收到啦。咁呢個外來因素係咩因素咧？唔知佢又解讀唔到，暫時仲未揾到。佢話啊咁啊，但係有可能咧係一種自然現象嚟嘅。係啊咁樣。
但啦，即係就算外來因素仲未知係咩因素喎，咁呢個外來因素可唔可能有冇可能係其他高智慧生命體製造咗啲嘢，將佢變成放大咗咧？啊！呢、這個我哋又唔知喎，係咪先？呢個外來力量嘛，外來力量可以係好多嘢，可以係自然界，亦都可以係人為造成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全部亦都係一個好撲朔迷離啊！即係呢個科學家話我解破到啦，但係聽完佢報告就我哋解一半啫。即係開始第二樣嘢。係啦，即係通常我哋以前咧睇金田一漫畫裏邊咧，永遠有啲。金田一側邊有啲所謂嘅天才就話：我解咗謎底啦，咁啊永遠解個謎底係解一半噶嘛，後邊個半你要阿金田一去解題佢。而家呢個就有啲金田一側邊嗰啲天才啦，呢個科學家就係屬於我呢啦。金田七，金田七，出自達走嘅。呢、這個出電打針嘅就科學家就無啦啦就同埋解埋佢，嚇咁啊解一半，咁啊未解埋嗰半，咁啊留翻嗰半俾其他人去幫佢解，等真正金田一出嚟。係咁啊好啦，咁啊總之觀望點到啦，咁啊希望將來一日即係有啲科學家再勁啲，真係可以解破咗呢個謎，究竟係真係外頭放出嚟嘅信號啊，定係因為佢個出現得好突啊嘛，就係啱啱人類發放咗我哋嘅人類嘅衛星上去，這個衛星當年嚟講就記載咗我哋所有人類嘅資料啊。嗰兩隻光碟啊，啊兩隻喺埋光碟裏邊個人類，但係呢個衛星而家已經飛出咗太陽系㗎啦，佢向住深遠嘅宇宙繼續飛去㗎啦，繼續帶住我哋嘅信號發放出去㗎啦。咁究竟我發放到幾多啊？會唔會俾其他有高智慧生命體知道我哋嘅存在咧？唔知啦，咁啊，我哋嚇聽待呢個命運嘅安排啦嚇。okay. 但係即係總之，啱啱就係呢個就係衛星放上太空冇耐嘅事嚟噶嘛。嚇、即係放上冇耐，咁啊啱啱飛出我哋嘅接近去火星嗰邊嘅時候，嚇咁啊向住嗰邊飛嘅時候，啊咁啊發放緊我哋嘅信號，就係地球有生命存在嚇、有啲乜嘢。即係成個人造衛星裏邊個記載嗰啲信號咧，不停咁向宇宙不停發放啲電波啊嘛，啲電波係嗰啲就係嗰啲電波絲密碼嗰啲咁啦，就話咩啊？我哋係邊度邊個嚟嘅星球嘅上邊嘅人類，我哋有人類嘅，我哋嘅外形係點樣啊？我哋嘅科技去到邊度啊？基因點樣啊？之類，我喺個不停發放啊嘛，就係啱啱呢個衛星發放咗冇耐，射上太空冇耐就突然間就收到呢個信號啊嘛，咁啲人先覺得哇！會唔會是因為有些外星的 高生命的高科技的智慧生命存在收到這個信號之後呢還回一個feedback 俾你，哇！原來你哋仲存在有咁嘅低等生物存在喎，可能喺佢哋個語文範疇嗰個係粗口嚟嘅，唔知道啊，即係、當年就因為咁樣，所以咁。即係震撼咯，可以咁講係咪先？因為佢仲係嗰日嘅晚上1:12咁樣凌晨嘅時候，總之當時嚟講，收到呢個信號嘅時候，好震撼嘅嘛。咁啊，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而家呢個科學家話佢自己解破就係解咗一半，咁究竟係事實係如何咧？咁樣呢個好佢自己一廂情願嘅講法嚟嘅啫。我都覺得係。係啊，即係。自己覺得我自我感覺良好啊，超級啦呢個。好嗱，咁今集咧，我哋就唔錄咁長，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科技嘅新知識、新發現或者啲有趣嘅發現啦，所謂嘅嚇啊。咁原本想講下一個石陣嘅石柱嗰啲咁嘅嘢嘅嚇，咁但係我驚開咗個頭。又拖得太長一集咁樣，下次先講咯。係咯，咁但係呢集又好似，如果你覺得呢集嘅內容唔夠豐富，唔會嘅，因為就冇乜嘢。都 OK 嘅，呢集係真係冇乜嘢講。你有個鑽石海已經好鑽石海啦，爆噶啦。啊，講咗個玄學上面嘅估算啦。係，如果你覺得阿大師講嘅嘢唔信嘅話咧，你唔信佢嘅話咧，你自己剝爛自己門牙。專登掹走佢，我睇我自己有幾折墮。大師已經用咗一年時間去證實，證實你唔信，你自己幫爛自己。唔係最慘就係，如果本身好似我，你唔係靠把口揾食嘅，你唔係不停要講嘢嘅人，咁你咪戴翻個牙套，剝住佢冇問題㗎。個易容仲喺度嘅話，財運流得冇咁勁啊。
因為我譬如頭先嗰句啊，財運流得冇咁勁啊，即係都會流嘅。都會流，同但係至少你要入財個位，入財會入得順翻啲嘅。因為我平時咧，如果我唔開麥唔做嘢嘅時候咧，我帶住佢。嗯。長帶住佢咧，帶翻一段時間嘅話咧，咁都會有個電話入嚟啊，問下價啊，即係諸如此類啊，嗰啲咁樣嘅，即係有啲聲氣下嘅，啊有啲所謂有啲細 job 做下咁啊，即係釣下鹽水咁樣嘅。如果嗰排牙痛唔帶啦，嗰幾個禮拜唔帶嘅話咧，哇就真係影都冇隻㗎咁樣嘅，即係所以變咗會咁嘅情況咯。即係話如果你有唔係話需要講嘢好清晰嗰類嘅工作嘅話，即係有時甩牙都可以做到日常嘢嘅話，咁啊梗係戴住個牙套，咁啊冇咁緊要咯。嗯。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長期掹咗長期有個窿喺度嘅話咧，咁喺玄學上面講呢種漏財啊或者入財就得，唔準，因為口為水星，水星為財星，財星就係入財嘅地方。呢、這個地方一有一揭得垮損爛啊之類之類咧，嗰排嘅財運都會特別弱噶嘛。明白。啊。係。啊，咁所以就記住啦。咁加埋如果避都係嗰、那個財富的位置來的，另一個財星，水星是入財，避是守財，如果兩邊都不好的話，那你就入財又難，守財又難，那就好，人生就很困難，就這麼說。嗯，明白。嗯，好了，那如果詳細想知道細節關於來年的運勢各方面的東西的話，上我這個我這個網站那裡，這個網站那裡，是啦，是啦，是啦，那自己慢慢上去看啦。OK，如果不想上去看的話，你等多一個零月，是啦，那我們就會做的了。是啦，到年尾的時候我們會有這個星座運程啊、生肖運程啊、明年運程啊，就會逐集都講的了。是啊，咁希望咧，今次因為上年啱啱講呢啲運程嘅時候咧，就儀器出咗問題，啲聲出咗問題，咁搞到九唔搭八，就聽得好辛苦。咁今年希望個儀器咧唔好再失靈啦，咁我可以錄得清清楚楚，大家聽得舒舒服服啊，咁可以睇下來年嘅運勢如何啦。OK， 好，咁我哋今集係咁去到呢度先，咁啊，下一次咧我哋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呢個石陣。好啊，關於呢個石陣嘅嘢咁樣，咁啊咩石陣咧啊，或者係一啲關於咩與奇怪的石咧，因為呢個發生喺我哋加州。哦，加州。其實喺美國成個國，因為我美國幾個州都出現過嘅。嗯。啊，係啲咩事咧？咁樣啊，到時大家再分享下啊，等等其他嘢咁樣。啊，下個禮拜再同唔係下一次嘅星際二號。係啦，下一次嘅星際二號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其他更加多嘅古靈精怪嘢。OK。咁今集係咁先啦，我哋。下次見，拜拜。